尝一大口。我不要。尝尝又不会破坏你味蕾。我不要。尝尝。行，行吧，我就吃一口。你把衣服穿好。嗯。这是整理出来的裁员名单，您看一下。行，你出去吧。好。嗯，夏总，那个我大部分工作已经交给安妮。你还想不想继续跟进灿然反省？啊？想不想？想，当然想。但你不是说我？我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不想继续。我想继续就能继续的。灿若繁星，他故事走向不太好，而且技术老师已经停更了。停更了可以恢复更新吗？但他是个悲剧，和我们公司理念不符。理念不符可以改吗？夏总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。那你整这出是？你就说你想不想吧。想。想就继续跟进这个项目。夏总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技术它不只是停更，它打算封笔，你可能都看不到这小说完结了。他没跟我说呀。谁说？啊，没谁，我不管啊。既然他是打算封笔，那就还没封，你就不要让他封啊。我有这本事，你没开玩笑。我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开玩笑吗？没。做还是不做？做，当然做。所以，我不用收拾包袱。你走了，谁来做？谢谢夏总，我一定拿他技术老师。去吧。再想说。小谢怎么样？真的要走了？是好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贾总同意我继续更新《灿若繁星》小说，而且承诺，只要我拿下 IP， 就算是悲剧他也做。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！果然，人生就是会否极泰。我得好好想想，怎么帮技术老师继续写完小说。恭喜你啊，小七七！我看了澄清内容，大部分读者是相信技术的，只有少部分黑粉奉的。这说明你看人眼光不错，很准的。等你做成了这个项目，记得请我们大家吃饭啊。那不得吃最贵的？必须的。必须的。嗯，已经开始做梦。哎，我跟小金已经说完了，麻烦了，云俊哥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当初啊，要不是你入资，公司早都没了。现在你才是安盛娱乐的老板。哎，还有啊，小七，要不我也挺喜欢的。我没说让他走，是他不听我把话说完。那就好，其他人如果还想走的话，也可以让他们走，等他们找到工作后再离职吧。你说说你啊，要早知道这小说是你的，何必绕这么大弯子呢？暂时先别告诉他。我懂。那就不打扰您工作了。现在追小姑娘这么费劲吗？我追我媳妇儿是不是也没这样啊？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同人文吗？别人都说是青春败给了现实，败去败给了利益，但我就觉得真心付出感情的人就应该有善终。真心付出的感情真的能够善终吗？
你忙吗？一起喝杯茶吧。好，我正好也想找你呢。哪件呢？我压箱底的宝贝儿，养病千日，用病一时，就你了。季舒老师，我来了。坐吧，喝点什么？我是不是穿得太夸张了？喝什么都行。那就苦丁茶吧，清热消暑，明目益智。你快尝尝我超爱喝的。